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学长老简介：能学长老号元慈，嘉义县东石乡人，16岁时出家，民国44年受比丘戒，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为人慈悲，佛学素养深厚，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昌寺主持莲学。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用，而且经费也有限，所以所讲无真济。各位若是有啥问题，再敲电话来问我。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个《禅林宝训》154集。这集的训题安尼讲，尊生克己啊，方益大众。就是讲，内心爱尊迄个诚实，啊，克制自己，责任啊，啊，较奉行宽厚的对待。对待师长啊，对待别人，训文来讲，演作为佛干，主持之要，临终归在方圆。这圆就是满的意思，方满啊。处己无疆干欲，基于细碎，切勿关心。用人勤于推行，得言故事处重，言见重则主家自尊。人推行则众生自感，尊者不言而降伏，感者不令而自省，自然显于各通其怀。小代该奋其力，以夫持以细力，逼以苦学，不得已而将之者，何其万倍哉！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发愿祖师对迄个佛感禅师安尼讲，
讲做主持的要诀，就是啥呢？对时常生活爱奉献，爱宽厚，而对自己的生活呢，应该爱节约简单，就是较俭较省的。啊，其他的遐琐碎的杂事，琐碎的杂事了哈，不必倒去管得过门啊。对人爱真诚、诚实啦，啊，讲话爱尊重，爱选择迄个要点。讲话来尊重，做些主脑的人，自然就会受人尊敬。内心若存迄个真诚对待人呢，大众内心就自然会受感动，爱受人尊敬。你若方尊敬呢，你咧领奖，无真严厉，那时常爱服从啊，听你的话，时常若感动，你都无妄命令的，伊若自然会去。代志拢做啊成功啊，自然不论是贤良的人，还是迄愚笨的人，心内拢会相沟通了，袂安尼个个不如啊，大家都会一条心。合作团结，所以安尼吼，不论囡仔、小孩还是大人，拢会尽力奋力去做。安尼吼，含迄个用迄个宽恕的压力去强迫。强迫个哭诉，喊骂，就是按大声嚷哈，安达使人不得已吼，去顺从你。迄相比安尼相比吼，会使讲差几啊万倍啦哈。明主就安尼讲。自性而不当者，谓之有也。讲和人相处，你若存迄自性心，诚心诚意啊，去对人呢，人听着你讲，拢一定会感动啦。若未感动的是，还无迄个代志。方孟轲安尼讲：感人以诚啊，不以贵啊。会感动人是因为你的自性心，不是因以迄个虚伪，虚伪就做表面的啦，啊，迄无可能会感动人。人知你干巧用干计，曾以言讲：以诚感人者，人乐以诚而应。以失一人者，人乐以失二代。这吼，你安怎对待人，人就会对安怎对待你。就那迄个球吼，你弹大个过，伊就丢大个转来。啊，讲你若
用迄个生生世世啊去感动人呢，别人我会用迄个真诚诚实来甲你回应互你。你以术以人，就是术，就是讲用手段啦，用感觉去驱使别人。别人我会以术而待，我那会想办法用迄个做手段来对待你啊。孙文远，有志成，就是学问少，口才绝，也能感动人。孙文就是孙中山先生啦，国父啊，啊，伊就安讲。讲一个人啦，志诚心呢，对待人真诚诚心吼。伊虽然学问无读到遮悬，啊，含慢讲话，口才也无遮好，但是伊凊彩讲一两句，就会感动人啊。佛经草都安尼讲，人性志诚啊，鬼神阻止啊。恶虽不觉，终必受用。人呐，三回拢生生世世自省吼，生生世世忠实做人呢，含鬼神都会感动，暗中甲你护佑啊。啊呐，干戈早起做恶动呢，安尼哦。虽然一时人无看到、无发现呢，但是吼、哦，到尾一定有灾殃，恶有恶报啦，啊，善有善报。讲虽然恶虽不觉，就是讲人无发觉，但是，讲或者头上三朝有心病。虚空中拢有佛菩萨、神明伫啊，飞来飞去拢有看到，别人看无到，鬼神拢看得到，因果啊拢明明知影。清朝正史录安尼讲，克以己为严，严以人为克。刻就是刻薄啦，严就是责严，这两番要安怎分呢？就是讲，人对家己吼，才责性，才家己真刻记耐劳吼，才做责严啦，迄就是严啦啊。啊，这责严那是用伫对待别人，家己唔责严，干那责严别人，家己食食好啊，别人就往迄落，去食歹或食，迄款责任，迄都叫做刻啦，刻就是刻薄啦，苛刻刻薄啊。自由主安尼讲，吃食心相平啦。严者心相符，车就是车齿浪费。一个人若食啊浪费啊车齿哦，较济伊就开无够，就定当遐苦恼，讲家己无钱。所以永远感觉食贫苦。啊，一个人吼，若生家己生活吼，食节俭、食俭啦，伊拢用到有存，所以感觉讲食富足，富足到有存啦。偏讲平平一，一个兄弟啊，一个食到乌白开，啊一个食节俭。迄兄哥食到乌白开，你摕阮个月一万块做所费，小弟食欠啊一万块做所费。迄兄哥毋免三五日就开了了，就当面话讲，足善善到无所谓，
啊，迄个小弟食欠一万块吼，伊慢慢用到后个月吼，后存几啊千，所以感觉讲后食富裕，迄个像安尼啦。所以讲，即个做熬浪费的人啊，奢侈的人，常常感觉伊食贫苦。啊，那迄个啊做节俭的人，常常感觉伊食富裕。天文就安尼讲，将俭入车易啊，将车入俭难。讲来起头吼，起头吼，迄阵无钱啊，只勤俭，只节俭。啊，尾啊有钱吼，要加开挂啊，安尼感觉真容易啦，嘿。啊，一个人啊，过去吼，歹习惯已经浪费惯势，食奢侈啊！哦，一个无钱啊，去爱节俭用过哦，一个月开五六万，即嘛讲你一个月只会使开一万，哦，都足歹过啊，足困难啊，感觉讲真痛苦。啊，那陆经有安讲，道化孝育啊，道育非道啊。道化知足，无言非道。道化就是讲佛法圣道吼，是讲爱孝养啦。孝养就是唔通去贪迄个五欲，财色名食睡，袂使定起贪心啦。迄搭是道化，啊那是道养诶，对迄个财色名食睡放未下，定安尼贪欲物不足吼。迄无下圣道，啊！佛法圣道是讲知足，适可为止，得孝为足，有够当食，有够当穿，就食满足啊！安尼，迄下佛法啦。啊，一个人啊，无言非道，吼、哦，贪心不足，较侪都无言哦，迄无下佛法。开参老和尚时，我师讲伊话食正念，食苦行，伊同俺讲。名利切莫过贪求啊！初以淡泛，度春秋，人情无常啊，思学性，莫向人情结冤仇。讲对迄个贪名逐利啊，毋通想过去贪心啦、贪求啦。哎，会当过生活就好啊。初以淡泛，穿粗布衫啊，食。食普通饭，安尼哦，度春秋就是度日子啦。哎，世间人情因因万万吼，迄是无常变化，唔通去当遐因因万万，爱来学圣道。哎，唔通向迄人情去结冤仇，当遐因因万万冤仇结未了。布袋和尚就是迄弥勒菩萨化身，大笑笑迄个，伊同俺讲，哪吒穿腊袄啊？嗯，淡饭北中霸，包括好日寒万事随缘了。讲下做，我这個老头吼，穿迄个布料，搁再布个老袄，啊，食迄个普通饭，就食到食欢喜食饱。啊，那破去薄薄的，当热寒就好啊。万事随缘，唔免强求啊。所以咱一个人自己虽然节俭啊，但是。对待别人应该爱宽厚，啊，唔通刻薄。文中主就安尼讲：君子不积人所不积啊，不强人所不凌，不苛人所不厚。正人君子呢，伊袂强迫别人无爱做的就对了。伊做袂到，唔通强迫的；啊，伊对袂到，唔通去责备的；啊，伊无爱，你唔通甲强迫，伊就感觉真艰苦啊。韩叔都安尼讲，积积积啊，重于求啊，积大人啊，宽于欲。三会家己反省，责备家己吼，吼、哦，加重啊，搁加求道。啊，对待别人哦，爱宽厚。尊做人做唔对哦，唔通安尼当遐骂袂煞。简于欲，轻啊，讲咧，啊，欲就是讲较简单咧。论语安讲，君子好。保证于人，万万年。
对自己吼，责备遮重，好就是遮重，啊，对别人吼，薄薄啊讲讲个就好，安尼就袂引起怨恨。吉祥经安讲，当相信佛啊，啊，时必有机啊，己所不能，勿施于人，方丈礼律，和顺忠信，不相怨相啊。讲大家相处爱忠厚，爱讲信用，看别人爱看做像家己个亲人，家己做袂甘，通要强迫啦。爱重礼节律啊，和和气气，唔通少怨恨啊，少伤就少过啦啊。所以一个领导者讲话爱慎重。老乡安讲，君子之言寡而失啊，小人之言多而虚。正人君子讲话讲无济啊，但是拢实实在在。啊，一个小人哦，花言巧语讲遮济吼，拢虚假。论语安讲，君子欲立于言啊，以勉立行。这正人君子吼，讲话是立，就是讲无遮济。啊，但是实际去做遮济啊。花言经安讲，利无义之义啊，义以利益人之外。不为虚情，唔能讲讲遐无意义的，当咩花言巧语，哎，嘿吼，哎，讲这个话主要是爱用来利益别人，除了利益别人以外，袂使当咩开玩笑啦，讲遐无意义的啊。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等下台湾了，看到这個古文的佛经足深，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到即卖已经翻译129本，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全台湾逐间大学、逐间佛寺拢寄去念。啊，若是在家居士，随时阵都寄回。到即卖全世界大陆、东南亚、美国、法国、英国、澳洲、纽西兰，拢定收回来教套。咱遮若有一点时日，都拢印经送，无咧卖，还佫救济急难，佫收几啊古字，佫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啊，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女众，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弘法利生。我伫电视所讲个，即个因为出版电视讲演即教本哦，各位若有需要会使敲电话来本市。咱遮头前店就是镜头即间，内底有一尊300吨个观世音菩萨，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夫人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拢得到真大个灵感。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感谢各位，阿弥陀佛。严果察新桥方士，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欢迎一方信众前来朝礼。新桥方士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赠送海内外，另外办有学自修班、修养高理等，培育未来弘法人才，并且办理慈善事业。因为经费有限。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划拨号码：0044858584，户名：新桥公司，电话：0763122291，6318391，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
在诸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有继回归佛陀本怀，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将佛法传扬于社会，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护生等的慈悲理念，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照破黑暗，传灯无尽。会务介绍：护持弘法，培育僧才，僧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统一编号87515434，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服务电话：0398993199，随喜 www.lifetv.org.tw， 斜线 ADATE/SUSTAIN.HTN。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30系念大法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将为报恩殿万姓历代祖先子安地藏殿之全球婴生卫生胎儿暨早夭婴幼童脸位世界各地网路登记牌位，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30系念超度法会，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孝月，正是感恩报恩广种福田的大好时节，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借由修福修慧力量忏悔发愿，透过法会加持，将冤亲债主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缘，与会大众皆能同沾法益，祈愿疫情早日平息，大众能如愿参加法会。疫情尚未完全解封，请大家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群聚，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随时公告周知。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